好，就来看到陈光标带着妻儿到了花莲，真的心情太好了。本来是要捐500万，后来呢一口气加码到了2000万，也是因为跟台湾民众互动多了，所以人来疯的陈光标看到他干嘛呢？他附赠了全家的才艺表演，请老婆唱歌，叫儿子秀魔术，他自己呢表演中国功夫。呵呵哈嘿，中国首相陈光标来台行善，台阶秀两招。差点站不稳，不过陈光标卡骨还真能 Q， 来台五天秀 money 也秀才艺。哦，一个是有掌声，一个呢是还没有着色，透明的。这个是好的，这个是好的。都变，好的专业。那我来变啊。首善发红包，民众总是争先恐后，但要变个魔术却搞不定，频频突贼，原来是魔术机关没瞧好啦，好在有儿子帮忙解围。你刚刚是不是有小朋友跟你合照？对。那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像大明星？有点吧。也懂音乐，陈光标一家人重环保，夫人张婷还填词写了一首低碳之歌，儿子参与卡 rap 饶舌，俨然是个小明星。大陆首善全家人来台，18班5亿精锐进出，抢尽媒体焦点。中天新闻王淑明、余若维、洪婉珍 SNG 小组花莲采访报道。